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说这个方程式啊、哦、等于零的哈、哦，这个方程式的两个根是 sin 跟 cos， 那么它问这个 k 等于多少？那我们就用根与系数的关系，两根之和哦 sin 西塔加上 cos 西塔是等于 a 分之负 b 嘛，所以是五分之六。那两根之积 sin 西塔 cos 西塔是等于 a 分之 c， 是五分之 k 啊。那么它用 k 等于多少？好，我把这个哈，这两倍把它平方，这个平方是等于一加两倍的 sin 西塔 cos 西塔，等于这个平方的话是二十五分之六六三十六。啊，所以哈 ，sin 西塔 cos 西塔等于多少？再移过来，二十五分之三十六减一嘛，就是二十五分之多少呢？一减是十一嘛，啊把二除过来就乘以二分之一，所以这个是等于五十分之十一啊。好、哦，这sin西塔和cos西塔是五十分之十一，所以这个是等于五十分之十一嘛，那五约掉，所以啊 k。是等于十分之十一，所以这一题答案是十分之十一。